今天日历呢已经封了13天了啊，我感觉挺好的。每天呢吃吃睡睡睡睡，没事呢打打游戏，画画画，研究一下料子怎么设计啊。我感觉再封我个半个月，我感觉就没什么事。大家呢在家呢还是要多忍忍啊。我相信日历呢还是总有一天呢会解封的啊，大家加油。